暑假都进入尾声了，不过受到疫情影响，且禁止游泳跟浮潜，也让垦丁小琉球的浮潜业者连续三个月几乎零收入，堪称有史以来最惨暑假。那么业者现在向政府喊话，希望可以在八月二十三号能够解禁，让游客来回笼。来到垦丁，踩着沙滩漫步踏浪，家长带着小孩也只能玩沙，年轻人则是在美丽的风景中留下倩影。海上活动虽然已经开放，但是不能游泳和浮潜就是吸引不了游客。很多人来玩水的话，他们不只要玩水上活动，当然每一个玩水上活动的人他一定会游泳，会游泳他就是想要玩浮潜。垦丁海边因为禁令游客少得可怜，来到以海底美景著称的小琉球，同样因为禁止浮潜，游客兴趣缺缺。能不能浮潜啊？下礼拜能不能浮潜？很多客人他们一过来都是第一个问的都是这个问题。没有游客了，听到说不能玩水，通常就不来了。店里的潜水装备已经整整晾了三个月，业者零收入，正在苦撑这个史上最惨的暑假。非常期待赶快解禁，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几乎三个月是没有收入的，没办法赚到钱，然后就一直又直接又迈入了淡季，这样真的是会让大家很难再撑下去。业者纷纷向政府喊话，希望八月二十三号游泳和浮潜能够解禁，让他们还能把握暑假仅剩的一个星期，多少赚取业绩。记者林安平，屏东报道。